好，歡迎住啦！嚟到我哋台前嘅中間位置，俾中間個朋友嚟張相先啦。好，我望右手邊嘅相機朋友，係啦，你做好住啊，好住。好，跟住望一望中間。Hello， 我是 Fiona 大佳敏，今年24岁啦。我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，而家嚟咗香港一年啦。多谢。我对自己还是觉得我的广东话现在是不是很好，但我会努力的练习，让大家看到我的进步。因为我现在呢是找到一个广东话的老师，在我没有训练的时候有帮我训练一下我的广东话，纠正一下我的广东话的。我之前呢还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，我毕业之后就来到香港了，也没有太多去接触过同样的情况，但是我在学校的时候都有过一些小小的练习，所以今天还是比较 OK 的。我觉得还是蛮大分别的，因为我在学校里学的是如何做一个演员，他是如何要解放天性去诠释不同的自己，但是来参加香港小姐呢，他是比较多要表现自己比较优雅呀高雅的一面。因为呢，我是学的是戏剧表演，是在舞台上怎么样去表现，所以现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下，我觉得是教会了我比较如何去放松自己的状态，看到镜头不会太过紧张吧，这个是学到的东西可以运用到现在的。感受最深的，我觉得还是。大家都是比较有集体精神吧，这是最深的就印象最深的一点，然后大家的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有纪律性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那在这个集体里面有交到吗？我觉得大家都相处得不错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传言，我也有点奇怪。真实的情况是一定没有结婚呢。Okay. 谢谢。